感情走到这甘准拄煞，甜蜜的情缠，如今只剩一条无缘梦。过去的记忆，一幕幕亲像电影，为何结局若会不知安怎写？我即卖将你抓去王家洪水池，伊做水个啥？大个，我袂当帮我某囝在内底，你紧想一个办法啦！连我的金枝花你要砍袂了，你到底什么妖怪？我要一个囡仔，永远记袂着你头，一世人甲你当一样。水妹，阿伯。什么神龙大帝？王飞虎遐尼啊尊敬你，声声句句讲什么忠心面对，结果呢？你嘛是起来反应一面。凡事拢有因果，你唔通一错再错。你听我详细，从今以后，咱就稳当预转，就此死不了了。哼！看起来真正是冤情。天华，你没有代志，你没有代志。你哪来？我想要看我的祖家。你变。伊哪在家？伊那就平安嘞，你看，阿姊，阿姊，我总算是替你甲老爷洗清庄稼，你是不是有白讲啥啦？阿姊，我知呀，你怪我求错老爷，我一定拼命。就是想要洗一个庄稼给伊，即马我的心愿嘛已经完成啊！你莫后白讲啦，你一定爱平安。阿外已经去写大夫啊，你一定会无代志的啦。对啦，我，你一定无代志，一定会无代志吼。阿姊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你一定要陪伴伊平安、大汉、到结婚，好不？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教囡仔，当作是我家己亲生的，绝对袂亏待伊。明明是一件喜事，却变作是丧事，拢是我无才调，才害因两个人变作安尼。今麦穿予因查某囝，佮予人纠缠，以后会安怎嘛毋知影。想到这，我就无法度安心。发生这种代志，大家拢无愿意。啊，毋过顶多是你，你千万袂当失志，爱较有自信的。阿介吼，才能救较济。有新的查某人，知影无？嗯，你讲啦，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心头就是乱糟糟。煞煞去啦，
我来甲我的家私清清的。啊，你唔是讲你去买自备，那安尼物件咧？啊，对哦，一定是因为今仔发生伤侪代志啊啦，我的自备哦落喺路边啊啦，我今仔找看卖，啊你家己伫厝的，嘛未想知影无？嗯，我今仔去哦。嗯，我这是啥？我的家私内底哪有一本簿啊？林秋婉，字子，字女，王玉秀，三子。嗯，这簿底的名，我拢有替伊接死过啊。阿公，这本簿啊，是我人生计的生肖簿。那安尼，阿姐伊唔都是神龙大帝？我进来看麦，我甲平台会有几个囡仔？是查甫的，还是查某的？啊，你吃。嗯？啊，我的名下卡怎会无写字啊？敢讲是因为我命中注定袂死，所以我的名下卡这啥物拢无写？唔对唔对，一定有倒位物唔对啊！我袂当让平台抓后。我在那乱糟糟，我根本无看到那神龙大帝是为倒位去，我今麦是要去倒位找啊？苏兰，你伫找我，拄好我也嘛要找你。神龙大帝，我问你哦，是安怎在石油宝顶关，我的名下卡啥物拢无写？既然你都很贵啊，也过你们。真无公平！只要你坐呢，不管是大日头还是做风台，不管有安尼啊远，不管这三湖是牛只还是散只，我拢尽心尽力替伊接生。我安尼辛辛苦苦甲你祈求，是安怎？我袂当有家己的囡仔。命中注定是你的，都是你的。若不是你的，你硬要强求嘛无效啊。既然你用知家己的命运，你就要好好认命过日子。甲无属于你物件，幸福人。我嘛，你一定有法度当解决，请你替我想办法。神龙大帝显灵，请上神龙一拜。素兰，素兰，你讲阿姐是神龙大帝，这边哪可能啊？是真的啦，而且神龙大帝应该要素兰一个囡仔。这敢是真实的？当然嘛是真实啦，紧过来，跟神龙大帝说多声。哦，快跟伊说多声，感谢神龙大帝。何素兰，既然你硬要强求，那安尼你就注定爱受苦了。哎，啊神龙大帝嘞，奈无去啊？这不简单，我才给这些我保藏起来。我一定要想办法替我家己留一个囡仔。奇怪，这是什么声啊？明台，明台，明台，你去清醒啊！明台，素兰，素兰。以前啊，还没做完哦。不是啦，你听，看到囡仔在哭的声呢。有囡仔在哭。
家己厝内面行啊。我来厝个嘛。明达啊，迄声音敢那是在遐呢？没有，俺拢在这边厝个嘛。你啥啦？有人甲我讲啦！有人甲你讲，啥物也可能，这也无人啊！真的啦，敢那是伫遐内底。啊！算来，真正是阿兄来电呢。麦克，麦克，是啥物人在遐妖术啊？家己那在伫遐。你那是挂掉是要安怎？是啊，伊啊，你莫吼乖吼，明仔载天也光哦，我就去带你去找你阿爸甲你阿母，吼，乖乖。恭迎神龙大帝升天归位，弟子今后会好守住着神龙大帝的金身，绝对袂阁出差错。嘿嘿嘿嘿。明台啊，啊，顶个真歹势吼，误会你偷摕迄神尊安尼啦。你讲无要紧啊，是讲神龙大帝神尊啥物事啊？哦，嘿嘿，迄透早吼，我门门啊拍开哦，啊，就看神龙大帝安尼好好坐伫迄正位安尼啦。诶、欸，是讲哦，你抱这个囡仔是啥个啊？嘛唔知上家后边来，家囡仔哦，等你翻兜啦。算了，啊，无咱就叫神龙大帝。保庇咱早日找到囡仔亲生爸母。嗯。柯素鸾，你今日来这，是不是有所领悟？要归还神玉簿，只要你娶一个囡仔，我就把神玉簿还你。已经赐予你啊，恁人即摆已经破掉的啊，都是阿伯啊，甲阿水啊，唯一的后生。原来这个囡仔，伊是我才不爱嘞，因为迄、那个妖怪阿伯，我已经牺牲有够多啊，是嘛？我替因饲囝。囡仔，就还是甲你亲生，才有感情。这个囡仔，甲我一点仔关系拢无。你命中注定无囝命，那强求只有为你带来灾祸。这个囡仔，只要你真心关心伊，恁就有感情。谁要抱？你若是厝外甲明台家己个囡仔，无。我绝对袂行你。我可能用点你个家，啊，那你要哪做，都爱看你的做法。啊，无代志，等你出信啊。袂用者，我一定要想办法，甲小宝藏起来，让我家己有我家己的囡仔。稍等下哦，会当抓着土啊，迄技巧搁较好啊，对吧？袂等，你甲伊等。
我已经等几天了，什么要落雨啊？我要先来等啊。好啦好啦，飞弟哦，一拍来本来就是好歹离婚啊。先生，那该哦，更加拍拼，拍到更加好的物件，吼。嗯，讲啊简单，你嘛唔想看卖？咱村啊内底已经偌侪年，都无人生囡仔，今嘛咱落皮狗，爱靠在拍力才会当生活，食拢食袂饱，我讲啥物无要紧。阿母没那无唔对，天生，所以咱爱搁较认真，阿介吼较歹着物件，咱即摆吼已经含住思绪咧，紧倒来去。来，苏来，你先行，我甲天生吼念着倒去。嗯。天生，你老实甲阿爸讲，你家多性命条子帮只鸡仔走，无想要甲抓着。我就知道，我都得过阿爸的目睭，阿爸，你怎么怪我？阿爸，要哪会怪你？你本性真善良，这是优点吗？知影无？好啦，你敢不敢？好，阿无哦，要对袂着你阿母啊！老爷，两位老干回来，我看海光桥的表夫哦，嘛拢应该忝嘛。啊，头前有地胆，咱是不是休困一下？嗯，哎哎，好，无安尼哦，我先传去休喘一下，啊，顺便用地盘过来给你。来，大家小休喘一下哈，辛苦啊，辛苦，来，来，阿健，辛苦啊，来，你先休喘一下哈。米西，哎呦，阿母不是讲过，你袂当晒着日头，你哪会乖乖听话哈？阿母，你看。嘿啥？嘿是李亚腾，啊，不过嘿伤甜啊，对囡仔哦，诶，嘴齿无好，你慢食哈。小姐，我买一扎纸袋啊，你先来摕过来个。好，我随来。你爱乖乖啊，听话，别当我别走哦。来，先生，我们来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阿明，哎，干么子？您大家看我哩啦吼，无紧。米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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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生。你干啥？要唔够，我袂当泡你头呢。好，拿你五斤去啊，走。你讲较好。啊，天上咧，哪无去啊？系啊啦，家伫起附近呢。上海，伊去北条水就惨啊。起来出，起来出。天上，天上，阿爸阿母，我伫遮。哎呀，算了，天上伊手北条变做番外硬啊啦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天上，天上。米生，米生，米生，你安怎无？啊，你期待啦，啊那规躯淡糊糊哈。老爷，夫人，大小姐甲天上拄只咱伫水内底，今摆已经无代志啊。你哪会遐尼啊无听话？当作去拍一头阿爸阿母哦，有咩烦恼事啊？阿母，失礼啦，是我唔听话。好，卖管我这啦，先甲出来看病啦。啊！原来米生小姐遮大啦。啊，所以也得会是因为是啦，阮四个找大夫哦，也是伊袂好。免该讲啊济啦，迄个假好衰啦，这一切拢是恁害啦。看衰老爷，拢已经八年啊，你搁伫扣分，而且拄只成为天上脚手妹，李贤小姐再变无代志呢。啊啦，先别抢功了哦，想要甲我讨钱哦。看衰老爷，我是好意啊，你哪安尼讲？好意，敢真正好意？你阿某一个三宝，一个是卖油饭的。大家都知道我们庄仔内，这几年拢无人有心啦。你已经上到鬼拖去啊！
阮王家哦，互你害啊遮惨，即摆呐，想要趁机会揩油无？我甲你讲啦，我感觉钱等你塞下底，嘛无可能施舍你一千五元啦。老爷，好啊啦，明台，算了，失礼啦，阮先来走啊。来走。亲像甲毁掉，小弟，天上的吉星是你家的水啊！唯一的亲生后生，你知影无？我感觉真正是要怪你呐！杀我吧！新郎大帝是干怎？我才是天下无敌。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五国王四祖》。相传在五国庙的新郎大帝百年神尊捌掉石头，最后竟然是五国圣帝替家己找到回去的路，这到底什么情形呢？阮五国圣帝呢，也有去用头毛去。迄阵呢，有一阵呢，石头作后偷摕，这个神明算古物，阮庙内发现无去了，急事人员赶紧来清洗，清洗了咱的神明，只是讲目前。将车伫咱庙方的西边，无外久了后，古董店的头家呢，打电话咱联络，讲有一尊神明哦，可能是阮庙宇的，足神奇的，迄间店拄好换伫咱庙的西边。奇怪是，原来古董店的头家嘛，也是新郎大帝信徒，才会当马上就认出五国圣帝的神尊，物归原主。心爱的沧桑，面前的路破天茫茫，手牵着孤单的寂寞，今生。